大夫在哪儿？大夫，小太阳花打扰别人的美梦，可不是一个好孩子啊！哎呀，太阳都上屁股了，你还睡？我问你啊，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进化成双头向日葵啊？这非常简单，你只需要打败功夫僵尸、锤子僵尸和大汉同人僵尸就好了。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，我就先走了。大夫，别走啊！你还没告诉我去哪里找这几个僵尸啊？哎呦，哎，这个不靠谱的大夫，算了，我还是自己去找找吧。对付你这种小角色，格朗本就不用我出手，火爆辣椒就交给你了，加油加油！耶、yeah! ，太棒了，火辣椒真是太厉害了，一下子就把功夫僵尸给拿下了。走，我们去找另外两个僵尸。我亲自上场舒展一下筋骨。耶，太棒了，哈哈，还剩最后一个大汉头人僵尸，走，咱们去换回他。这个大汉头人僵尸在哪儿呀？我找了半天连根毛都没看见。你这个僵尸怎么出现的神不知鬼不觉的？看我大招！哎呀，这个家伙也太难对付了。哎，对了，我还有帮手呢，闪电芦苇现身。变成双头向日葵了，太棒了，我进化了，我变强大了。不行，我得赶紧去给我的植物小伙伴们说一下这个好消息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